华府台湾商会在马里兰州洛城海珍楼举办小型晚宴，邀请布鲁金斯研究院经贸专家梅哲博士就台湾如何争取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来做专题演讲。那么梅哲指出，到目前为止台湾加入 TPP 的行动都是积极的，他建议台湾学习澳洲的做法，推动内部经济自由化的改革，一旦第二轮谈判开始就可占得先机。这场由大华府台湾商会所举办的 TPP 讲座由财务长李智瑞主持，与会贵宾包括驻美代表处经济组组长杨淑妹、林务组长吴文林以及大华府地区的五位侨务委员。侨教中心主任陈世池代表侨委会感谢台商及侨领们积极为台湾发声。不管是在大华府地区，在任何世界各个角落，华侨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一个人脉基础。那么尤其在政府的力量所不及的地方，我们需要透过我们侨界的朋友，在这个平常所建立的这个人脉跟政府部门所建立的人脉呢，能够为这个政策能够有一个加分协助的功效。侨务委员王维正为大家介绍主讲人梅哲博士。梅哲是布鲁金斯研究院全球经济和发展项目高级研究员，专长国际贸易法规和政策。他指出，到目前为止台湾加入 TPP 的行动都是积极的，不过今年是美国大选年，两党的候选人对 TPP 的看法都不明确，建议台湾学习澳洲的做法，以 TPP 为目标，推动内部经济自由化的改革，一旦第二轮谈判开始即可占得先机。王维正认为这样的建议很中肯。国内的改变，比如说把一些不合时宜的一些法令，还有一些保护主义的一些做法的话，要加以改革。那如果说以这个参加这个 TPP 作为一个目标来进行这样一个国内改革的话，其实是如果能达到固然很好，如果没有达到的话，这些国内的这些改革也达到的话，事实上对台湾的经济来讲的话是有好处的，这是他的一个主张。大华府台湾商会对 TPP 的关心已成为一项重要的会晤内容，经常邀请美国智库知名人士前来演讲。研讨会结束后，会长白宝珠也赠送会旗给梅哲表达感谢。台湾宏观电视王洋，美国华盛顿采访报道。